Konnichiwa， 大家好啊！如果大家问我嚟福冈边度睇红叶最靓，我觉得太宰府嘅造门神社都系其中一个唔错嘅选择。要上嚟呢度咧，大家可以自己揸车。呢度有好大个停车场俾你泊车，又或者可以喺太宰府站搭社区巴士上嚟，往内山嘅方向总站落车咧，就直接可以到呢度嘅门口噶啦。我觉得咧睇红叶咧就好讲时机嘅，由绿叶转做红叶呢个时间其实就好短。当转咗红叶嘅时候咧，通常由秋风起，吹两夜又落晒地，成棵树就光秃秃咁冇嘢睇啦。通常咧喺十一月嘅下旬，直至十二月嘅初呢段时间去睇红叶咧，就系最佳嘅时机啦。难得同大家一齐上到嚟，不如我哋静心一齐欣赏下咁靓嘅红叶啊！宗门神社点解成为鬼灭之刃嘅朝圣地呢？最初我以为同场景有关啦，后尾翻查咗少少资料，原来咧只系一个几牵强嘅原因，就系鬼灭主角宗门炭治郎嘅姓啊。宗门呢两个字同宗门神社相同，所以突然间一众嘅鬼灭 fans 咧就带埋啲公仔走晒过嚟打卡，我谂神社嘅职员都始料不及啊。宗门神社以结缘之神而闻名，能够带俾姻缘同埋各种人际关系嘅良缘，兴建至今已经有1350多年嘅历史。宗门神社主要系供奉日本首位天皇神武天皇嘅母亲玉衣姬命。玉衣姬命被认为可以将两个心灵结合喺一起嘅神明。好多后生女都会嚟呢度参拜，祈求可以觅得爱情良缘。但其实缘分又唔系净系单单指爱情嘅，亦可以代表咗有好多美满生活嘅各种缘分，例如系家人啦、朋友啦，同埋工作上面嘅人物。例如做 sales 要同个客有缘分，先至可以开到单噶，系咪？
难得上到嚟做门神社参拜，我哋梗系请翻神社嘅职员帮我哋写御朱印章啦。参拜完，我哋就可以沿路落翻山，继续欣赏红叶嘅美景。日本最令人觉得喜欢的地方就是它四季分明，不同的季节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大自然景色，这些就是它可爱之处啊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啦，未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啦。如果大家有更多欣赏红叶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。多谢大家收看今集的内容啊，再见。